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冰。今天我们来到的 Costco 位于 East Vale， 我们在美国洛杉矶，具体的地址也写在了屏幕上。最近我也收到了很多大家的私信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喜爱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也可以在下方和我们留言互动。我们也会做更多优质的视频服务给华人的朋友。接下来和我们一起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的推荐。Tully's 夏威夷综合胶囊咖啡100个装，原价44.99元，本期减7.5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24日。亚马逊超过6500条点评，4.7分的高评分产品。它采用的是夏威夷咖啡豆和其他阿拉比卡咖啡豆，喜欢醇香浓厚口味的可以试试这一款，它的味道要比一般的中度烘焙更浓一些。Rabbit 的红酒电动开瓶器8件套，原价32.99元，本期减10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18日。喜欢喝红酒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，它是8件套，共含有电动开瓶器、2个红酒塞、锡箔切割器、充电底座、倒酒器、醒酒器等。有了这一套，可以轻松的开酒，也可以很好的保存红酒，充满一次电可以开30瓶左右的红酒。波浪酒系剃须刀原价199.99元，本期减50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24日。这款剃须刀是德国产，它有超高4.5颗星的评价，也有网友称这是他用过最好用的一款，也算是史迪的折扣价。采用了谐振声波技术，每分钟进行4万次的交叉修剪，可以精修剪不同方向生长的毛发。剃须刀头可以选择40度，轻松贴合面部轮廓较大的区域，实现与皮肤紧密贴合，防水深度可达5米，可全身水洗，可以干湿两用。Reduce 保温杯64盎司装，原价19.99元，本期减4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24日。此款的保温杯像极了啤酒罐，容量很大，不锈钢材质，防闭绝缘设计，可以保温保冷。它可以保冷至48小时，保温至12小时。因它可以阻止缓慢氧化作用，所以可以更好的保持杯子里的饮品新鲜度。它是双开盖子，大盖子取下来可以当水杯使用，不含 BPA， 耐用又防侧漏。这是一款黄油碧根果曲奇饼干32盎司装，原价10.99元，本期减2.5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5日。此款打折延期到了今天，这一点倒是很意外的。而且这一款曲奇饼干是由纯黄油和碧根果制成，外面裹了一层糖粉，有淡淡的甜味，配上酥香的曲奇，还算是完美的组合。一片曲奇饼干含有2克糖分。这款吉尔德利方形巧克力原价12.99元，现在清仓价9.49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24日。此款选用了最高质量的可可豆，一片入口即化，能够马上感受到巧克力融化、甜味、苦味以及丰富素材所体现的均衡口感。巧克力非常的薄，是薄荷味的，有黑巧克力还有牛奶巧克力两种味道选择。Brown and Haley 杏仁糖果酥糖，原价11.69元，本期减2.7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18日。有浓郁的黄油味和杏仁香气，在口腔中慢慢开来。大包装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，每颗太妃糖的外面都裹着坚果碎，一口咬下去脆脆甜甜的，非常的好吃。这个包装里面是只有一种口味的，就是杏仁糖果酥糖。Denigris 玫瑰酒醋16.9盎司装，现在9.99元。这一款是意大利产，它是限量款，它是由玫瑰酒醋和香醋相结合，非常适合与海鲜搭配，特别是扇贝鱼虾，含有5%的酸度。这一款的颜值真的是太高了，摆在厨房里也是高级感满满，真的看不出来这是一瓶醋，看起来更像值得收藏的珍藏品。这一款是我非常喜欢的蔓越莓杏仁面包片脆饼，一盒有1.27磅装，原价9.49元，本期减2.5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18日。每年的下半年这款才会出现，它是由蔓越莓杏仁做成的饼干，因为蔓越莓干本身是有一些甜味的，所以饼干的整体口感也有一点点甜，一口咬下去脆脆的，很好吃。饼干里面都是独立的包装，每一包里面有3片装，也非常方便携带。Utah Truffle 松露牛奶巧克力448克装，现在清仓价4.97元。此款松露巧克力外面是巧克力，中间夹心是流心的巧克力，还带着清新的薄荷味道，里面都是独立的包装，口感丝滑，而且流心夹心使巧克力的味道最大化，非常的美味。它是天然成分，没有反式脂肪酸，真是没有想到会清仓到这个价格，很推荐。Sun Tropics 有机番石榴蛋卷14.1盎司装，现在8.99元。今天在超市里看到了这一款新款蛋卷，是有机非转基因款，它使用了是真番石榴，无麸质，香脆甜甜的，非常好吃。因为里面额外添加了6克的糖分，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点偏甜，无论是干吃还是蘸着巧克力酱，或者是跟着冰淇淋吃，都是美味的选择。当然如果你怕胖，这类产品还是要避免的哦。
Jack Black 男士清洁套装原价29.99元，本期减5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13日。此款男士的清洁套装里面有两管，每一管都是295毫升。黑标的是面部洗发沐浴的3合1，白标为洗发沐浴的2合1。白标是运动专用款，含有迷迭香与桉树，可以放松身心，还有很好保湿清洁的功效，用着很方便。这一款高颜值的3瓶组合装的洗手液也是清仓价格，原价15.99元，现在清仓价11元。成分是天然无毒的，气味芬芳，有效清除手上的细菌，洗完手也不会觉得干燥。天然成分对肌肤非常的温和，在洗手的时候还能同时保持双手柔嫩。它共有3种味道：薰衣草、岩兰草与香草树莓味。而且洗手液罐子还是可以再利用的。石岩魔芋水黑泥面膜两罐组合装，原价是19.99元，本期减5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11日。此款面膜主要是深层面部清洁，而且主要成分有非洲黑色香皂，长期用来可以缓解皮肤问题。它的主要功效是轻度的去角质和深度清洁肌肤，含有罗望子与茶树油，可以提亮肤色。一周可以使用1到3次，每次涂抹到脸上10分钟后清洗即可。Rock 新款面霜来了，同样也是两罐组合，现在是34.99元。Costco 目前有日霜和晚霜2种，因为混着放，大家挑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一下，避免买错。一套共有2罐，每一罐是38毫升，除了含有视黄醇之外，还含有了维生素 E 与甘醇酸，俗称刷酸，在抗氧的同时还能够紧致肌肤。除了面霜之外，还额外附送了维生素 C 精华。不着急的朋友还是蹲打折吧。Nature's Bounty 1400毫克鱼油130粒装，原价21.99元，本期减5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24日。以前的鱼油都是服用后打嗝都会有鱼腥味，不过此款的味道会小很多，出行时不会出现尴尬的情况。鱼油富含了 Omega 3，对心脏和血管都有很好的健康帮助。它是非转基因的，每粒含有1400毫克鱼油 ，EPA 647毫克 ，DHA 253毫克，每日服用1粒，随餐服用即可。Awesome 止咳糖浆2瓶组合装，原价19.69元，本期减4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24日。换季时期一定要做好防护，最近天气忽冷忽热，一定要做好预防。此款止咳糖浆的优势在于无论是早晚都可以喝，服用之后不会有困意的发生。它可以12小时长效止咳，而且还可以有效的控制干咳。它不含酒精的成分，糖浆是橙子味的，不刺激还好喝，适合4岁以上的孩子与成人。Nature's Bounty 免疫24小时120粒装的营养品，原价17.89元，本期减4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24日。此款是提高免疫力的胶囊，含有1000毫克的维生素 C， 只有这款的维生素 C 是24小时有效的。除此之外，还含有了维生素 D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、锌、接骨木和紫竹菊来维持24小时的免疫系统健康。它还支持上呼吸道的健康。它这一款是非转基因，无麸质，用起来更放心。成人每天服用2粒，随餐服用即可。Nature 蔬菜与水果维生素120粒2瓶组合装19.99元。此款维生素一瓶是蔬菜维生素，一瓶是水果维生素，富含了46种水果和蔬菜、抗氧化剂、益生菌和硝化酶。里面含紫色食物如巴西莓、黑莓、蓝莓；橘色食物含有香蕉、胡萝卜；红色食物如苹果、甜菜根；绿色如当美草、芦笋等。每瓶一天服用一次，每次服用2粒即可。Service 儿童接骨木果支持免疫健康的软糖90粒装，原价21.99元，本期减4.5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18日。这款专门为需要加强免疫力的儿童所设计的软糖，除了含接骨木之外，还含有了维生素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、锌，可以有效地帮助小孩子提升免疫系统。软糖的梅子味来自天然的，不含人造添加剂、香料、明胶等，而且它不含酒精，温和无刺激。它适合12岁以上的儿童以及青少年服用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推荐到这里，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左上角的 item number 寻找商品，会更加的方便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还请您为我们点赞、点击关注以及点击小铃铛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。我们在洛杉矶，下一期再见。